像他这又嚼劲儿，像这个，要不然咋的？你台湾的水面太差了。嗯，这是啥？提前好不先放亮点儿，但是这粉金块呀。这个怎么这么熟啊？这个是凉粉，还是给它放上去看这个等。你先干好就，不然我看见了。没事，按，给它放这儿，放这儿按一下，它这个就行了。也应该拆一块。